作人以及时尚教主等多重身份的 G Dragon， 历经大连流行革命，从歌曲曝光到发行方式，都掀起全球乐坛一阵批判。G Dragon 颠覆传统，将专辑分三阶段发行，贯彻革命理念，不但是韩国乐坛史上的第一人，更缔造了难以打破的排行榜神话。流行革命首播同名主打，和曾与碧昂斯、亚瑟小子等顶尖艺人合作过的制作人 Lico 联手打造，而狂放则是由 G Dragon。